很难去定义它到底是不是情歌，应该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说也不知道算不算情歌了，不过这是还蛮有正面能量的一首歌，它就听节奏就很正面能量，就先不论它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样子。OK， 对，那我们就来带来这首歌，对，一万次悲伤。Oh。